每个人都经历起过人生的关卡。我觉得对他好就是唯一一种方式，就我的方式。我觉得可能有少部分人是直接跨越青春期的，就是可能只是朋友，然后我们没有可能交往。我觉得应该是吧，因为好像所有人都是这样说的。现在没理解。上学的时候有偷偷喜欢过别人，减肥特别伤身的，父母兄弟姐妹就不是很开心，因为只是健康特别有害。青春励志片，因为减肥成功了，然后这个过程非常艰难，所以是一部励志片。玩笑的打，一种陪伴。喜欢那个女孩的话，那可能会，可能会你可能会对她很好。